没看过呀，对呀，没看过。彼此为什么表现的看过吧，看过。看过忘也是谁领会一切一切好了，你回家了吗？我靠，不忙了，找我去吧。啊，你在哪吧？盗墓也，盗墓是咋样？如果那牙齿里总有老黑，到死也难为。老黑难为吗？人美梦里情深，一定是痛快。差不多，今年查过是在看病吗？有看到。嗯，这下老了，嗯，老了就拿了一下了。风吹过一片海，这是你的泪水。没钱发红包，发红包。怎么不要过年给我发红包呗？你给我发，你们给我发，你扣完了还没有？我要有钱早给你发了，不像你有钱都不给我发。你没钱，这个钱还给你。你别扯。那我选机票都得选最便宜的，你二话不说直接选个2000的。二千二，老铁。哎，你看我自己买，我直接坐大巴车回去。我自己买，我直接坐绿皮火车。我坐大巴车，装逼。嘿，我这次在常州，我就第一先看到有没有绿皮火车。我骗你干啥？我直接坐大巴车回去。你坐风吹过一片海，相信你在幻想。朋友的那一声耶。刚来黑了都飞机过来，先问我们。过了，现在到机场了。我坐的是直发。其实我们啥流程啊？先到机场，然后干啥？哎，男人我老板讲不了吗？我坐过很多次啊。没有，绿皮火车最便宜了，好吧？我们之前没有。再回点锅盔，从沟通还有牙齿，总有落黑。把伤心吞噬我，把感觉都走出来。美梦里真真美。啥？没票了，我那。公务舱贼贵。再不买就走路回来了。风吹过一根哈，让心雨在欢谁？我操，我的衣服肯定是他搞的，又洗了一遍又晾。常德有绿皮啊，常德没有高铁，常德有绿皮，谁说常德没绿皮啊？我们这一地方都是我搞的，常德。对啊，我之前也不知道哪种搬家，知道才买的。黄蜂女先生，在越南是吧？嗯，跑调又跑调了，我这首歌几年没唱了，我还上初中的时候唱的。喜欢吗？其实我很多歌都，哎呦，我知道，全都知道。你这头沉默，心里很爱我，不愿意敷衍。这上海肯定是刀的手，是明白。你的媳妇，我不说啊。我没零食单，随便吃，有啥吃啥。我不知道，我就在这。那不能找这，我是把那个找出来。我前几天刚开始的。你在是你的爱人。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不懂得？这顿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人说了解是怕，我怀念的，我怀念的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亮的星空，谁记得？走就走啊，走掉了就直接继续。宝塔是哪个要去学习老塔？你这些片名也是雷啊！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老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爱都走曲折，假装是有解释吧，真相太赤裸裸。他们飞过有问题吧？春夏吧。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我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烂的胸口，谁忘了？听个啥一个？我一进来就最后了呗。啊，看抖音看的越来越多，抱得我头痛。我这妈还有一个，1000块钱跟他不一样，跟我那图片上有点不一样，我天，跟我图片上有点不一样。咱们家养猪了，养呀，就是养呀，就是养个，它要有精力，精神。嘿嘿，哎呀，低调。打野了，兄弟，你会玩不玩吗？我肯定会玩呀。换哥，你玩你还是玩不玩？老虎呢？我跟你说，一般唱粤语歌有个好处，哎，你们听不懂粤语的人也不知道我唱的是对是错什么的。你玩老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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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奔波，心中天空太过累，我可会醒？人在冷暗与嘲笑。这妹子，你看就是卧底。啊，英语歌，那你们就更听不懂了。那天桂花一直问我打算。上把自己放出来只要也会把有压定会跌倒。看啥这啥听个感觉到处你又不打击也到日语歌完全不会唱。告白气球不是周杰伦的吗？我冷却了带心我表云风风未来随着没办法心中这里我能再见他没发现吗？收起来是这个吗？我跟你说，唱歌能锻炼普通话。我当年普通话啊比较标准的时候，都是唱歌唱的。谢谢老铁送的礼物，好不好？谢谢你。喝了半罐咖啡，手里吹的美，留下唇印的嘴。我真的死了。我的小风筝飞起，希
想让我知难而退，迷雾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迎着浪漫的约会，不害怕高额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甜蜜的很轻易，再说我愿意。啥生僻字？你这合理了，林俊杰，我小学天天上小酒窝，我跟你讲，那时候天天和我妈上小酒窝。歌词改编我就太厉害了呀。哦，你们听到了旺仔是吧？行，拿他编。哎，没事儿。还在寻找一个小胖子和一个小肥仔，他就是旺仔。旺仔肚子圆鼓鼓，唱了啥呀？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怎么个样子？南哥，当了怎么被当上了？不找笑的吧？我去哪里去？反正你也残了，帮我挡一下回家吧。回去，你打你。我那不是颤音，那只是我平时啊打比赛打游戏吼的太多了，喉咙坏了，知道吧？包括军训的时候，喉咙已经坏了，知道吧？懂啥啊？啥颤音？我都不知道咋颤音。嗯，我气短是因为我不会吸气，是不会换气，好吧？生僻字就是你看不懂我看得懂的字。哎，不信拉倒。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啥生僻字？生僻字是首歌吗？嘿，生僻字是首歌吗？搜一下啊。生僻字是啥歌啊？实在不好听，这么夸张的吗？原来生僻字是首歌啊！哎，听一下啊。不是飞鸟不够长吗？这么准你说一句。抱歉，欲走一步。今天就学这首歌了，哎，我跟你说，直接单曲循环，咋设置啊？咋单曲循环呀？做生字的你知道？你看打开机，都不能直接勾到对面。打不到哪个关里了，这人，打到关里就倒了。你这么快就过来了？这么快过来了？康生一气，醍醐灌顶，龙心大胆一脚嘎达，不狼不右，多杰立现，麻蝎饕餮，打龙神八子都出来了，嘿。好无聊，很多都认得，好吧？
大家礼物发给你了。哦不对，大家一比一拉都是66口语，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黄皮肤的人骄傲的发图，唱不明白呀、啊，咋整啊？明火两明啊，营营竭力，是不是？汉康一气，打也排不进去啊，咋整啊？没有啥不打。耶、yeah, 老铁们留我三个你们听不到吗？醍醐灌顶一脚嘎打。喂你咋知道？我刚好试一下从那开始。我有9个老乡来了，我上来他们俩家干什么？错人家太难过了。我好像今天这过来秀了吗？一脚嘎打，我跟你说就这几个字我以前都认识，嘿，好久不那啥了，不认识知道吧，点呀，嘿，你只管点我只管唱好吧，唱的不好听我就打旁边的。还没录的，还没录的。为啥你点了我都没听过啊？啊？道姑朋友是啥？道姑朋友，听一下啊！我操！我急了呀！我平时都不听歌。十年，还是十年吧。十年好歹听过是吧？工作好淡定。谢谢广东兄弟。毕竟我们比较成熟。三五三五三五，我们在线。谢谢你。我不会发现我难以怎么说出口。大花辫。我操。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海报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进了进了，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你就说今天拿谁改词，拿龙子彪我拿来改一晚上。66啊老弟，改呀，就只希望我改好了。哎，666给我扣起来，打不过光阳了吗？来吧啥，来吧啥，选英雄了，选英雄了。两个人咋不选关英雄啊？要玩干将吗？玩吧玩吧。老哥你玩打野？你不属于我，你叫一个龙之彪。你不国服小狼狗吗？龙子彪，叫哥，我今天不改你。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
龙之标，你就是个傻子。直到你变成了一个傻子，我才知道你啊，真的是个傻子，超级傻的傻子。真傻子，太白了样的。叫不叫？他叫抗菌农。六来的单曲循环呀，循你个头，循打游戏了。放首歌。松烟不联动，哎，十一上一中。打游戏了，打游戏了。我这个框感觉有点不对呀。我靠！我想玩你。我希望你扣字的时候用一下脑袋，行吗？亲宝宝。老哥，你在看片吗？我说你刚刚在看片吗？你别睡着。不是，他现在这个装备方案变这了，我这食指摁不到，难受死了。你家猫的声音叫的真性感。不知道为什么是他。跟他扣，亲哥扣字，跟他说我们是假的。你不扣字。哎，你顶干啥？你不知道不伪造啊？我们是真的。你顶这个是干啥啊？我来保护你，我来保护你。你要不要接个打劫？你打劫吗？拦开，你先打，你拉到边上来。我拉开了。啊？怎么我的那个呢？你继续打，我还有个大的，你让他吸。嘿，他咋不吸？没吸到啊？马上有你，你 A， 你 A， 你只管 A。我在 A。你进过去吧，两级了。哎，来定我喽。我顶了一个肥呀、啊！嘿，他吓死喽！来箱子搞一个，箱子我们来了。垃圾把路拿开吗？你能不能文明点？啊，文明点，都拿什么？干啦！又开始养了呢，他跑了，我操！你咋不干了呀？你过来我就闪顶他了。是，那个人想勾引我，他不答应就好了呀。妈被打伤了。欢迎你。你这个打着打着突然说不干了，我有点烦。这国服现在又开始了。给我说，他不答应，在我这边。OK OK。这边打，这边打。你打回家了直接？我他妈被干啥了呀？你刚刚叫他干，你又不过来。你老坑队友。突然就改变了，我打完了干将，你还玩个鸟啊？没拿。没事，我第二个来给你。他们来开的。他们还有没打？他们中单是没中单没打呢，你先去。我四级了，我四级了。那你也四级。青哥，你有点高大，青哥。这兵没打好吗？青哥，跟我来几兵加不加？你先过去吧，不行了。可以，你先过去吧。我把他们打野插死了。来跟你玩。不是，我被警察了。王俊王。我们说话阿彪。我状态不是那个好，感觉打不。状态好，我们就走吧。我没大了。你看我顶着警察就完事儿。我能走。你也回家吧，这个让我打。他们这辈子都撵不到我。打你咋叫我回家了？不然你要聊什么？你拿。还在追我，他妈受不了了，老哥。哎，他咋不过来追我了？他妈真的是毛衣啊！这个，他没闪现了，这有点难受啊！哎，他没技能了嘞！能不能拿？能嘞！过来，够他们！现在别紧，我刚才我家红有能进啊！再给你最后一个，快点！不是，我这样打游戏我好累啊！叫他帮我开红，我红没到不了。你叫他帮我开红！我开下红，没了。我他妈打得我好累啊！徐大蓝，
你昏啥？你昏啥？我那听着我他妈都脑袋充血了一样，我操！好玩呀！干他干他！他们三个，你别急嘞！猴急猴急！那我们哎，你别急，我他妈这脑子有点昏，我操！我他妈头发挂着，他妈头挂在下面打游戏。肯定不装的，那是他椅子装来的。他只叫给我杀了。搞啥呢？跟着他，死了，没事。哎，我说，好，直播间又亏了。没事，我的单干。啊！大陈，听哥，上面的大陈，你一个秒就没了。回家了，回家了，没来了，没来了。还有没？还在了，我操！六秒，一、二、三。鬼谷子和打野上去了啊！还在。鬼谷子和打野上去了。听还有没？我刚数了六秒钟。鬼谷子和打野上去了。没事。啊，不行了，我要坐下玩。你坐起来啊！我他妈头朝着下，我他妈脑子要充血。你为啥头朝着下玩？因为听人叫我来这边玩，我操！杨洋完成了。干他！我咋干他？哎，把地方漏他就行了。被吸过去了，我漏个屌的。爽你！我来了。兄弟，看见没？我死了，没办法。你们在干啥？哎呀，这青哥就带我去动，服了，真的服了你们这些屌蛋了。那个打野，我看看，他们打野大成，又得出来，好哪回事？哎，上来怎么了？你打，你好打吕布吗？不好打的话，再来你还想要？老哥，你好打吕布啊？走，去这边来吕布。他们那谁没状态了，他们打野没状态，下路不行。叫白起直接去啊！我操，白起他下路都不信。他妈的下路签都不要了。别听青哥了，打排位听他的简直就是，嘿。他们瞎鸡巴搞。倒水。下路屁股。别想输。排位前锅。哎，我这边又有人。妈的，哎，这吕布他妈太屌了，我操，受不了了。两个死血。快点，这个他妈太嚣张了，我操。周边。可以啊，这个上面没有东西。换线，来保护一手，来坐他。Nice。换线，我就下路。来，中路搞一波。宝既然不能逗留。那你收我钱。你中路你不，你收完钱了，能不能压一下他？看见对面有什么东西了没？有没有发现？他们中单大残。我进了队。你刚来中路。接一下队友。你刚来中路，人家中塔叫我。来了。接一下队友嘞。死了。对呀，这波绝壁能打技能全给我，我操！我他妈这。以后感觉青哥要凉了。青哥，别让我被吸嘞。杨玉环呢？哎，能过塔。杨玉环干不知道去哪了。我先哎，你再上，我压中。哎，我走了。哎，救一下队友，听哥。救不了。花木兰。Help me！ 甩个彪子，死不掉。老哥，先溜了，老哥。卖了。这波对面疯狂打五零啊！看我有罗线，快吃了吗？你咋被他秀了？算。对面中单没闪现，听哥。我靠，加兰没了！我抢到的，不然对面来谁？难受死了！你打开整个准备我在上路杀了一个人。对面中单没闪现的，下个闪现。然后我压中塔过来干我。下个闪现九分钟啊！对面中单下个闪现九分钟。知道了，我也没闪。六六九，中下来一波。下路有线。那你不打不过。那就行了，你拉过来。我直接给你整了。整了。那就安排了。接一下，中路接我一下。哎，吕布快打五零了！谁接你啊？你跑那么远！干了！中路线，鬼谷子在里面。干了！卖了！卖什么？卖了！你这又卖！我操！我还能扛？别卖呀！我操！无敌了，这波老哥。快点保护！他们中单，就他们中单了！我操，能打，真能打！青哥，你第一时间别卖。看你们这波，你看一下，我早叫你打，你别卖。我不是，我没技能打到。你别怕，你第一时间就直接卖了。我操，我打他。我是战略性撤退，没技能，我连战略性撤退，那你不用战略性撤退。
吃嘞。我弄好我呀。我他妈一个大大的就毁天灭地。别搞我先，别搞我先，听哥。他们都得死了，这有强大了还能跑了呢。花钱，我知道，我知道。接下来要烧了，赶紧。关键这里面有一个复活的人，又发现了。呀，给我把蓝偷了。哎，我保护你了，来，我先拿过一下。花钱了，花钱了。叫他换鞋。换鞋，换鞋，白鞋。哎，怎么往你那边跑了？哎、你这个键啥意思啊？我给摁了。安排了呗。走了，直接进。开始了呗。我操！别闹，别闹。哎，没事没事没事，漏球。哎，哎，这个，哎，这个，哎，保护，老哥，走了，我他妈太可怕了，这些能不能逃？他们打，相互线，我上不来，进，哎，进，必须进，快点，进球，停下，谢谢。他妈怎么又有人帮？这吕布啥意思啊？保护大家了，别靠我，死！哈哈，被我的牛魔王的怒意，全来追我了，我操！我来啊！陈总那边死了，陈总凉，没事了，打，打哈欠，烧。我擦一下手机屏幕。好滑。干活，我去开会子啊！打龙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回去了。来。哎，我那天中间接的快，那个走路都直接烦死我了。哎，猫君给他安排一个。我去下路，赶紧换线。我对这个。不知死活的雅典娜跑，对呀、啊，吃东西没杀走。谁？你想说什么？今天不接受了。霍总这么乖吗？谁呀、啊？你啊？啊？你？谁？你真开。抬起来啊！你干啥？你这……你干嘛打个排位？他妈死人呀！怎么能玩这游戏啊？下蓝怪招了。我这有大神呢，他妈跟着我，我操！来啦，听哥！来呀！我操！哎，我们摸龙 B 团，黑豹 B 他们过来打团。干啥？摸黑豹 B 团。还好我没逃出去。快点！干啥？哎，你干啥？快点！我不要被打不，你要直接打黑龙干嘛？黑黑豹。打出去单线啊！我操！没事，就黑豹 B 团了。黑豹 B 团。哎呀，差一点。黑豹 B 团过来一波嘞，他们敢过来接吗？小龙是疯的。跑不来，要不你当我的辅助打。啊！我说你当我的辅助了。别扯！妈的，一个人。我他妈打的我真头晕，我操！这老刘老子想干架。老牛肯定要干架。你跟着我自然有架干，他会的。牛魔王。呜呼！顶他！你这都顶不到。哎，他有一个延迟的嘞。来帮我干呀！来，这波我大闪。去上头，上头去了。上头。难怪有麦子反应啊！不用吧。转中吧，主播。肯定转呀。对，鬼屋子好吗？嗯，好，谢谢。我去先开位置，过来。青哥，你假装别漏就行。我知道。直接给我拍死，闪门。没上，我别拍。哦，无敌大闪，然后死亡冲击。无敌大闪，死亡冲击一波。牛魔王的怒火。牛魔王的怒火在下路直接烧死你，我在空中就死掉了。哦，难受啊！还是压制了。牛魔王的怒火。什么？杨浩没上去了。哎，赶紧换！牛魔王的怒火，我打得我热死了，我操！头皮麻麻，他妈这他妈这头朝下打游戏，他妈脑袋都。那我天天朝朝下打。咋从头下打？他咋从头下打？他咋打的？他就这样子打。为啥要这样子打？他这样子打不是这样子打？他为啥要这样子打？我刚刚这样子打。你为啥要这样子打？他性格你是变傻，我操！我他妈从头下，他妈血都往上面涌，我操，他妈都快上天了。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回家养猪去吧。那今天就应该回家养猪。这是你的妈干啥呀？我操！这我就死了，死了就跑，直接跑。拉我呀！拉。哪个人呢？五金三了吗？五金三。哪个？没有啊，你们拉我呀。我拉。哦，好，我拉。谁啊？我咋一听到女的声音了？开了。噎死了耶！
魔幻蝙蝠带飞 ，OK。不好，你来。别搞了，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没有啥，我有想送到海螺去。有意思。问了什么 problem？ 哪里不好玩？我感觉我们这边打一波，这边直接就哎打一点。My shoulder， 看见最后那波打闪没有？我操，谁冲进去了？我冲进去，直接对面就投降了。不打歪的喂，我再放不进我的。他妈那波团还没打完，对面已经投降了。我就做不认识。白帝手也不好玩。哎，别搞手机。还会还拿最厉害的英雄干嘛吗？早上好，直接说你是代言人。无人。嘿，谢谢宝贝送礼物。嗯。三个人，有人干事业。噔噔噔噔。十一连胜。噔噔噔。十一连胜啊！改革春风，改编龙之标是吧？改革春风都没听过嘞。中国人民真优秀。行，那我就来改一首龙之标。没有歌词啊？没有歌词啊？为啥？要不要打把眼珠？哪里是呀是呀，真优秀，不用演。改康俊龙是吧？行。对面已经为了康健吗？康健龙吧，大杨大西吧。我要听一下调子，好吧？我都没听个调子，是不是？自己人，别开枪。欢迎。那个啥呢？那个汉化女，那个。快点。朱三个老弟。朱三好吹的，我回屋子。好，那就不用办。顺山贼怕鬼，你这边不弱啊！那就允许你了。哎，啥呀？他把鬼弄走了，他才。我靠！那个无敌的太乙真人。哦，那个船你们玩吗？船办了吧？船夫了哥。固定单位船夫啊，我们没有。他们不让我玩别的位置，没让我玩。没听过。玩啥呀？先做三千老铁啊！吹他妈的！那你们先拿，我一会儿捞东西。我靠，拿啥我？快点快！陈总拿。陈总要拿陈总手，那陈总玩鸟了。要不你玩火玩鸟？可以。好。可以。而已，打不过就还没事儿。快点，拿鸟！把你的鸟坑我，我的鸟是八叔叔。不说了，蹲山叔叔，他们肯定要拿这种的。等。哎，上我没玩过三光娃的英雄。上星星，老铁。老铁，上星星了。这把火真的爆了。哎，你别说了，你国服墨子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就问你敢不敢跟我换？换。哎，你没有，你们没有呀？别玩这个叫他，我操！这个可以啊。别玩了，别的叫他。为啥？还没白起好。赶紧白起好啊！白起直接一点，白起。吧。白起，老哥。妈上班的白起，我们直接。你吵到我直接给你搅和你。老哥，你吵到我们直接砰砰砰，我操！你后面绝对站着千军万马。葫芦林。你只要一直穿云箭，那一直箭，中了多少五连？好，我们背五个。如果不能讲话，五个一起回来打死马庆哥。你选个二，你就直接一刀横插中间，划他们五个人。你划五个，小动物世界都太假，无限一刻去招呀。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快乐打游戏了，在吗？跟着我中国搞一波。改革春风吹满地呀，
听到这个被动了吗？很快就。哪有你这么玩的？能不能空个炸、啊，兄弟？哎，没事，打就行。被炸了，打不到了。别坐下。没事，你先。我。我这个闪飞过来，怎么好像一点卵用没有？对呀、啊。有点浪费啊。不是说好的中午？那我不知道，我们不应该在边上。哎，他们东上东下吧，没事没事，不用管他们。哎，昨天他们都不爽。哎，庆哥，你这波操作有点着急啊。你说有点危险。谢谢江江弄的奥米。哦，没想到吧，我都不要你啊，庆哥快跑。别怂。你去哪吗？你去这边哪？快点到。让我升高好吗？然后升高，我就让他们没有这么舒服。你把你买到仓库了，开心吗？我们这个后裔达标了，达标了！我去，你给知道一个，别打了！谁呀、啊？你们？哎呀，你我操！你说是他打死了我去，赶紧跑！我操！小林，他妈听见？大哥听着？准备干架了！我不要他们听的嘞！我晕了。他们这个好难看，来来来，有点多，有点害怕，开小龙吧。他们后羿射了吗？射了一只鸟。哎，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彪哥？彪哥咋了？彪哥，妈，蓝天王直接开一个翻单，看他，哦，成功，基本成功，完蛋。成功，我救你。干他！我先上。你给我挡着，没事，我挡着，我无敌，陈总，看见没？完了，那都，为什么？真没挡住。哎呀，看见我转圈圈了没？他肯定回去了呀。干啥？我要吸血。怎么说？工作来找一波。他再来，我看他们在转线，我很烦。对，我要过来转。我看他在转线，我很烦，老哥。哎，别急。我想捞他们啊，捞啊，来了，捞啊，下路吧，那就等一下，你咋回事？我被他们两个了，能不能捞？你就告诉我怎么捞了，就我们三个，好了不？我们三个伤害不够了，我操！你看庆哥。庆哥多给面子，天最下的家伙，高义去了。我再来一个，庆哥，庆哥是我报的嘛？我这真的。又来搞我，受不了吧？这个是咋的嘛？他们又凉了，这两个人。我受不了了，彪哥我来了，彪哥，下播有伞吗？来了，彪哥，干他！第三，我直接往回踢。直接回转踢，彪哥。哎呀，都叫你直接往回踢了。哎，这一波他妈的必须快动，我操！全得死，我感觉我们。嘿嘿嘿，哎，完了，老哥能不能吵？我挂了。你不要挂了。哎，没事的嘞，我帮你们拿。他们又往东转了，很恶心啊！我操。这把砸了。我受不了了，我要揍他们了。我跟你讲，我不管了啊。我是不管了，你们跟不跟？跟不了。跟不了。跟我就揍了。跟不了。不行，你得跟着我。我们得搞上路，能对？你去跟他打上路。别他妈的，他就协防就好了。哎，你他妈就协防。不能他就协防啊！对啊，只有点啊！我操！你能不能踹他？还不上墙啊！你往回踹一下。哎，就在我中，就哎，蓝天王在我这边。可以打中王，可以打。蓝天王这边。啊，中王可以打，直接逃，直接逃。逃了！我说逃了。啊！被扛住了。啥呀？都看你打到啥时候开始加你？他看到了。别急。
我说你搭到啥时候加哪里去了？我到现在加钱啊。我刚没搭的嘞，我刚进这个群嘛，都过成功通关了呢。行行行，我就这样。我这波没有操作空间啊，我一直控到，我飞都没飞出来。哪个是？我零杠四啊。我一直在控啊，他倚着炸，然后蔡文接盘。你快点，你快点去带线，我给你反蹲。来来来，我还漏了，对不起。你这上路怎么说？我来干，你能对啊？你跟着他们，看看。打上上跟我们来的，老子这波就落大了吗？你没看见吗？上了吗？走不了啊。为啥我呢？你打清空，我去上路打清空。走了，你干啥？又死了。哎，能追踪吗？他们，大哥，带他们下路关键。哎，下路三个，快点中路，他们咋中了？我还拿你的板了。对方69啊，对方69啊。我别去抓他了。走了。收到！打了，他没打，没打吗？对，他交闪了，空了。回来，收到。他们支援过去了，支援过去了。可以了，我站了，你们是不是在斗？这波他们是无敌的，我们这波已经打不过了。谁说了这波可以打？我就想问。快跑！青哥在疯狂操作。打不过。陈总，你这个过去一根绣花。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们在玩？我也没有想到，我跟青哥服了八个。你们直接去走吧，我直接把下路线带了。真没意思，我养猪，我们要直接把。哇！我死了，我喝水去了，不然他死了。我们直接把什么太乙啊，什么给他干。兵线牵着吧。我们玩兵线，反正我们玩兵线嘛。哎，逃他！换手机干啥？我鸟玩的这么好。今个技能空了几个？空了五个。你们终于开张了。快点中路过来，受不了了。哎，他那个。人家跟开挂一样，我操。青哥，你看哈，他们先打一下来着。不是，别这么打呀，我都不在。这么打，等一下就凉球了。等一下就一波了。进过来，哥们。呀，我能打。在干啥？你们在干啥？你们就保护我，别被炉子炸到就行。保护。你们保护我，炉子别炸到我，我就是无敌的。他们太后羿就没有了。怎么不炸到你了？炉子要是炸到我，我们就又开始了。炉子炸到我，我们就必输。开大了，我也死了。打不过。然后我们想方设法先把后羿先给他杀了。啥？让我去带边。哎，你咋不撞他呀？没大，你又被动了。你撞他一下，再可以撇三，他就失血了。哎，下路这波要来一波，他们这波，他们这波吕布到不了的，这波我们二塔可以帮他直接必杀杀人。可以打，吕布不在。我操！我这个杰伦那个上天了，我操！死吧，终于哇！中一波，老哥！给我把他抓了！快点！哇！我操！老哥，留着！又是那个！到老哥没线了！是吕布啊！青哥，为啥 A 不到啊？青哥，吕布啊！青哥，啥操作啊？他止血了。这人真有操作啊！加他怎么？快开黑龙！别拉多了呀！哎，这不是我拉多了，这是小的。没蓝了。加了20秒是吧？没得搞了。20秒是吧？老哥，我们去给我们的高远抢救一下了。哎，这打不？别打！没蓝了，这不？你咋老怂啊你？我偷蓝偷死啊！等人，别死了！
是真带不动啊，彪哥。一局都在隐身状态，我操！让人发现不了他的。再把意外。彪哥，35输出的了，带不动你啊，彪哥。我超过了那个14%的打波。你够吧？他们这个太贱了。我现在哪里嘛？好多大猪，我是大西。他们的养猪流，你快点进来，你快点进来。哎、我们得想办法先把养猪流的英雄给办了。我们用实力，我们玩的手法是吧？他们用套路车，我们就把英雄，把这英雄全给他办了。打破别人的养猪车，那是因为没有认真。我也被一个养猪的连撞了。他妈的养猪是真他妈贱啊！我操。然后输了呗。能干嘛？啥？又想接我头，彪哥，你去玩小黑粉，你去玩石头，你那么大爷，你玩大爷，你玩中单还不是坑？那你玩少大夫的这个，你玩坑。那我玩中单，你去玩边路，好中大爷。对，我玩好中单打几我只能说我打野没得。我只能说春山很他妈贱，春山尽力了，春山尽力了。坐船的。We are all glatter, we can make better。那是蓝的。哦，是阿德拉那个朋友。哟。哎，这是这么一期。有趣，我这喝的跟糖水一样，我操。那百事可乐怎么喝的跟糖水一样？脏死了是吧？糖水一点气都没有，喝的跟糖浆一样，受不了。哎，这衣服都脏。这个怎么样？我也开心啊，听到没有？别说这种话，别说这种话。那怎么说他打野了？来，这有点卡皮吧？打了他的鱿鱼片了，吃辣了吗？哎，要不吃香蕉吧？我吃 banana。香蕉都不吃啊？香蕉 banana。要吃了，不然过年就坏了。香蕉 banana。好严一点。666吧。有点极限了。给我来一根。坏了吧你？那我就好看了。那你别吃。来给你，帮你给我。妈的，还有个啥？那换一个。给啥了？现场找他一个。今天老铁不买海螺去。我就穿了。今天我还买了一件那个，还拿了一件那什么教练夹克。这个人我就穿了一件。啊？啥夹克？教练夹克。就是。就。完了吗？应该怎么形容呢？就跟年，就跟今年去穿那个运动那件外套一样。我想知道是谁啊，他们借的好吧。得到技能关了。
你自己都知道。早就合计，我一看这一脚，我不知道为啥不飞。这大爷真菜呀！草莓味的香蕉。天降飞剑，天降飞剑的命令。我好六六六。拜拜。天降飞剑。我拿你一个头打他一下，这眼毒的是真恶心。对啊，很烦。昨天太乙从来就那种，我有一套技能，只要没碰到的。那是那男的嘛？别碰他，关键没碰他，打架多大？主要是那个人恶心我。他为啥？感觉男的能打眼还行。没漏。刚刚的给他打上了眼。比其他那个其他的打眼了。他摸一下他的。盗墓的他们就是这些他们打嘴巴的人。谢谢大家，女巫。对，他们都今天摸都摸他了。基本上在电影里面都跑不过瘾。不想接触。最近被小绿光。要你放手。看见就你放手。哎，传说中的青眼白瞳魔术。我看过，但被小绿光照了一下，没看懂。我还以为没了手机啊！这天热怎么这么抠脚啊？你就给他哎，我为什么感觉这个瘦的好像那个？他主要是上睡呢，他这个这个晚上没换口镜，难受。你来下吧。哎呀，这个人，我操！这个天天大娘在家里给病了。别跟他们弄我了，别别别，可能呀，还有两个人，好了，上面那什么地方？谢谢，我是王哥送的礼物，还有卷卷来送的海豚，谢谢你哦，那真是好累的，还叫啥呢？我又不用洗回来了，我他妈怎么？看他那身跑，在跳皮跑了一只熊的。我感觉这些人这样，他戴个面具还是夸得多。我要跑车吓我一跳！哎呦，这声音，老铁，你又送我跑车了，一天送了好多礼物了。上一把实在是带不动他的。给你看我那鸟啊！八杠三八杠二都带不动了，你看，一个零杠八，一个零杠三，一个三杠四，一个零。对，三杠半。哎。你看他这贼明显，他的化妆。我操！这 boss 一下子就被干死了。这不是 boss， 后面还有个大王。这就隐藏宝箱呗。你要直接回家待着。你看回去吧。哇，我是阿可吓到我了。他的。过分了，谁过分了？希望你们天天加班。我先上午还得吃饭。累死喽。辛苦宝宝。我这个熊吃的弱智打我赢了，跟你说。哎呀，我你开到哪里半夜五？我都很。这个也能动。他成了打工啊！张哥，张哥有点毛啊！毛了，最难说的就是他转。好菜呀，这哥们，他不会啊，直接把他甩了，回来就打我。我就随便说一下，我昨天因为那个徒弟女啥的。然后他兄弟有一天就说了，刚刚超过了，我们那个起来了，刚刚前面的。谢谢老铁，送的是不是想干这个干的盘子？这啥呀？我还没过去。谢谢彤彤送的寒假工资，一万，一万，再见你姐吗？一万，谢谢你。我操！这后面贼痛啊！
结婚可以看吗？还是给他弄个礼物。哎，师傅师傅搞了百灵了妈的，真好。你妈啥意思啊？我操！这家在那里，看他，我一分钱啊！啥常规操作？意外都是意外，这还常规一个？没展开解释。这是我今年打的最差的一把达摩。还是被坑的。老铁，你又你真有钱真的。这老铁送了我，那还是个。还有你老铁送了我三四辆。还记得？那是个什么？真的吗？18是公装的。18。18。老弟，这还不跑了？爷带回家住。爷爷带回家。爷爷是素颜，你带回家住好歹。我砍歪了，不好歹开跑车，生活不要太幸福美满。你让我看个大屏幕吧。女人的嘴骗人的嘴。真不死了吗？今天妇女口水流咧咧，弄得水滴。谢谢你哦。可以的，后面是哪个人？我知道。谢谢你哦。这挺多余的。对，他把我吃了，是我的。谢谢拼多多送的礼物，谢谢你。可乐干嘛？可乐。会打仗呀！打什么？好的英雄。我们别这么傻逼呀！红尘妖人。刚刚你给他打了三个级。就好，又电流，全分了，我对分了，我们匹配了九分，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十分钟，没事，习惯就好。要不要再开一下？干啥？等我，再开一下，再开一下，肥肉、猪肉、牛肉，耶，成马是牛。庆哥，这个旅行多少钱？他们也在组队中，刚刚那一队人也在组队中。哎，不对啊，打开就25分钟啊。陪你旅行多少钱？陪你旅行啊。就像我们相拥要出。陪你旅行啊，不会的。多少钱？100块吧。我说几毛钱不？千来块吧，千千。没有没有，千。那是相当的成熟啊。也是这样跟我们打。快点。旅行超级贵啊。回到这种毛。洛言都是老江湖喽。48万，挺多的嘞。100块听的还挺多的。那不然呢？我又平时不听歌，我能放几年？这歌单还是让别人给我整的。花里胡哨的，不如钱不贵。放放。我喜欢实在的。哇。这个钱都是真的抠脚啊！我刚刚才交钱买酒，打赏一晚上啊！真亏，真亏！还要有人送你再见，我去！为什么还加个糖价？还贵的嘞！别送了，别送了！哎，差不多得了，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10个全民警察证差不多得了，再送太过分了！他又不是发了吗？我就生气了，再送就生气了，再送10个。成熟一点的人都是自己买衣服买什么
老弟，真的，买菜吃着就好啊。抖音老铁刷起来。那你咋不对我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你对我好一点呢？你给我买个高一点。你给我买个送过来皮肤，自己好一辈子。今天阿姨送的海豚。自己好一辈子，真的。王者报效。我没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啊。九层五 A 被打爆出去了。开始就放过这个。又得高了，可以可以吧？听着他，哎，不想跟我好，他就送我去。以前就是，现在不是了。哎，别吵，别吵，不就这个吗？我放这不是那个吗？小吗？那就放蛋哥啦。抖音老铁，你就放蛋哥。只放蛋哥。是抖音老铁啊，德国蛋哥。德国蛋哥。现在呢？我之前听了，我跟你们说一下有没有卖。那个号的 ID 有我。听得到吗？啥意思啊？听一下。店名字叫啥？听不到吗？哦。听不听得到啊？咋一下听得到，一下听不到？国服飞了。啥玩意儿？国服飞了。咋有人说听不到，有人听得到？日月龙吗？哪里啊？啥？什么？我来就取那盘的时候不就行了吗？我也不知道啊。啦啦啦！别，你这个别刷钱了。我们一样呀。钱都是礼物。钱都是身外之物。最后以诺言惨死在我的剑下，为结局。别搞了，老婆，真的，真的别刷。别刷，小礼物刷了，太大一点。哎，新版泡泡，刷泡泡我就不心满意足了。我操，这龙怎么长？现在行不行？断电，真的刷刷。啊！我们要给他说吕布，他砍烂对面。来，来。现在行不行？刷刷这种泡泡就开心了。把那个鱼跟太乙办了。太乙给他办了。老太爷给他办了，不让他们打中大少主。金哥，你咋还买了你内裤啊？来来来来，不是，你还真会买啊，金哥！我靠，金哥，你咋不帮我买几条？我说金哥，你这2300没有买到吗？金哥，你咋不帮我买几条啊？金哥，你这2300，我那口子发对比。不是，你们谁没超标的，咋不帮我买几条？我。我就买了2件。那你不买？我不想要那么多衣服。你整点裤子袜子啊。我就买了一条裤子，一条袜，那个。不是还有那个什么短裤啊？能包啊，短裤啊，袜子啊，帽子啊，篮球也可以整一个。我都没注意看，整一条啊。能有，牛丸小蛋呗。刘备，知道吧？要不来嫦娥？刘备，有要吗？原来鬼谷子吧。你先拿吧，没事。来，我他不拿了。嫦娥打野真的是一件菜。嫦娥打野无伤，厉害。没用啊。嗯。嫦娥打野比静野区。静野区谁厉害了？哼，对面的阵容，对面的阵容，啊？我玩啥？来个不搂对面就完事儿。来个墨子啊！我点尾巴，然后玩墨子吧。对面的阵容，我操！老铁，谁又送跑车了？我操！我都亮瞎我的狗眼了。
有点卑微啊，星哥。有点卑微。要面子吗？动不动就狗面子。我看看你这么喜欢养猪吗？养猪还是很香香的。我操！不错，完了。其实你是有点猪飞机。就是有我感觉我们把它给藏在那里，它是保留的生物。你看我这边拿过了，没用。来，不错，我们上来帮你，我们上来帮你。来，师傅露他一波。他是一级了。你先跟他拼。要不上一把？上吗？吸啊吸啊！啊，老哥！你在逗我呢？不是，他这个刚刚那个，没办法，反正就那意思。这个兵，明明是这样的，我又甩回去了，救命！Nice， 我的牺牲是值得的。中路线你咋不管一下？等一下就没了。哎，我就是你这。交给你了。你看他们在干啥？我感觉这个是没有大的钱，你是玩不了这个游戏。强端厉害。啥？他们就是站台的。哎，放箭。那我们不是站台的。小龙，还有抓一波。回家了，我没蓝了，还上抓一波呗。哎，明月没闪，等我。没有还没攒呢，听哥，我牺牲了，怎么说？听哥，我只能插条龙啊，老哥。吕布呢？吕布呢？吕布，这波靠你了，喊他。我先插条龙先，接下来他走位了，我得保你啊。没办法，我已经吸了三个，我要先进去打一套去。没事啊，这波很赚，我拿到蓝了。很赚的。我下波有闪现。嗯。哎，打红法师。这蓝我打了，你又蓝了。完了。来，我这边。有的救。哎，跑，能抢救。你别站那里了。快走，东皇有事。能抢救吗？能。抢救一下，我还在抢救。还能。我已经抢救了。四百万，哎哥，陈总，我已经抢救你很久了。哎，没办法了。陈总，我已经从中路我就一直在抢救你，我也没办法，我一直在帮你挡技能的，我已经没办法了。做兄弟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懂我了吗？我反正做兄弟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各种闪现闪技能。东皇没大。操你妈的！我真的想骂你了。咋回事啊？你们那边？你们这边又咋了？我想反个。别打嘞！我们上路刚打完一波，你们又来了，完了。没事。先拿路吧。
先打。我这都明着呢。OK， 别急，他妈的，这个逼，然后我不怼他几波，他自己以为真的，他以为自己不接了，我操！老哥，这边都三岁了，害怕，我找到了，我操！来，收上去，我的，别担心，别担心，你们这不他一直往后面搞的，吕布大刀都不跳的，我操！我他没卖上。等一下，我只自己去上过前方，我自己往下走了。上过，往上走。上过哪吧？我挠死他！挠他！哎，那我们都往下面压掉了。别怕，继续捞。哎，他这边没船，那个。别怕，你继续捞，我掩护你。蹲着。别，先别去搞他。你看见了？没事，收他也。哎，这么非常难打。我们加中线，你上路能走吗？我为啥要走？我靠，被他踢起来了！你他妈被他哪里去了？你要走吗？哎，他死了！你拿两炮，老中二点了。不是，我那一炮被火舞踢起来了。太大了，中二！过来！小龙，小坏了！我们是这么血重的，不能这样玩。咬了，我这就不搞这了，没打。怎么这样玩已经输了？这单不进了。再来，啊，算了，打有点慢。小心点，他们在下。哎，他们往中个，两个这个吗？下面三个。这不我们中上压住了，直接过来中线了。我不去了，这个上面上路。你们可以去下。这个下路能包他吗？他妈要走了。可以打一打。包吗？可以包，我有闪击。先消耗。这个搞不搞？你搞啊。消耗能过来吗？那先别接，别强迫，对，别掉了，对，他们中路线跑了。这个上路的有点嚣张啊，压着标哥了，上去搂他。不是你这鬼步子能不能开点草啊？总是不多跑。我太晚了，我中线完了，这边不会有人了。没事。我他妈先把房开了，我是两个人，每次都老的走位，完了，我这一走位，我来了。low pop 了，我完蛋了，干他们！他妈的，这鬼谷子逼大功，我操！我怼了两个，我操！这就是杀我的代价。真的是，献祭流了。哎呦，我已经没办法，这不我又已经做到七级了，欢迎小哥哥。这不我已经把所有的技能全挡掉了。别给我起来，能不能过来？东华没带。不是，早点报啊！我靠，早点报不会这样子。这波被峰哥单砍了。东华没带，哥哥。哎，现在有了，别进表哥，干死他！我操，表哥要死。没一了。
你们咋这样乱搞啊？这感觉这么好的节奏，我跟你说，你带下路，你打得过典韦的。哦，你打得过开船的？我打得过啊。打得过。开船打不过敏月，敏月。哎，我们往敏月那边打，不然敏月怎么办？不然我们打不上去了。你一直被敏月压，他妈的三路六时间，我操！那你他妈打不过。三路六时间，我操！那你打到这样还多？乱鸡巴打，一个个的都他妈的。你别打二三多五零啊，我们俩。别打二三了，我操！放下，放下，放下，你知道吗？他妈的，典韦能一个人把他打出死来了。你他妈往后跑啊你！别拉极限模式啊！鬼子在干嘛？能搞，能搞。你们现在打几天？打人，打他过来。打一下，打人，要打人，要打人。来了，来了，好多人呢，先打起来。我操，这都能摁到我。我知道，我知道。好难受啊！这东皇，这东皇闪进我了。掉王掉了，掉了。王掉了，你彪哥死了。完了，听到这个怎么说？听到疯子了。不是。为啥我们要为啥我们要接团？我靠！我跟你说，跟他两个人一起分享。他们少了他。不攻了，不攻了，不攻过，不攻过。那你下次进攻线应该少。我真是服了鸟蛋了哦。哥，你说我们这边扛都扛不住啊。能不能有点节奏？节奏到吗？大龙，大龙，我现在下我。走，继续干。一边把一边接过来，我们把干鸟蛋。能不能运营一下？我们把下路那个人接过来，我们开龙。过来，过来。有人开龙。不要，不要，我们出来，我们出来。人家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我操！你们把那开就行。我们害怕，我操！你们弄他，打他那也行，只要硬追，甭硬追。啥没落队啊？全落了，全落了，全落了。我这边先不带。他们下路可能有一个人肯定了。我先不带了。你看互相支援一下吗？ Nice 怎么说怎么说？还有个操作空间，有 FMD 的操作好吗？ FMD 烧出来了，你他妈往他那边跑，我操！我无视眼，我操，操他！这他妈剩下一个多，剩下他妈还能跳，你他妈 A 死你，打 A 死你！小伟，你带下线，我看一懂了。多的。你们家充电宝呀？我看远程火了。人太火了，红他个鸟蛋！给前面视野，然后压中路，要不青蛙下路直接来中路给你波的，要不，来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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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死摸死，来中路，中路直接冲下转接，中路直接先吸一个打一套，下路，下路直接走下路。中华被破了，只要去抢塔，直接压一波。抢塔是吧？对。那靠不着。好，开始。嘿，抢塔！哈哈。抢塔怎么样？都抢塔 OK 吗？你看这个火舞。好的，是两个。我扛的有点多了。老哥，我这波抢塔怎么说？下路倒分。呜。吸他，吸他。哦。没吸到。完了，老哥，我回去了。等一下，别闹了，回去吗？你他妈银牌上路了，他这个不尊重我，这边
他们叫我的伤害量差百分之三，他们好难受，我还我太想出来。我返回房间错误了，老哥无敌呀，我没进赛，我没进赛，那我再拉我一下，我也被进赛了，你不进的我拉你们，我没有进赛了吗？没有没有，那我拉你们，我最近拉你们，我最近拉不了你们，那陈总拉个房间，拉我，你先拉我进去，我先拉你，我先拉你，拉球拉球拉球，然后你们要上厕所，老王，我找不到你了，听见吗？彪哥拉我，彪哥，你这样你退转，你退转，别挤我了，叫他拉我，拉不了，啊，我好垮了吧，重新退一下，哥哥大腿一下，你那个感觉太有点玩不了了，大腿一下游戏，那感觉他们要进干净了。把他给收了会儿干净，然后应该有我拿个大的。谁他也怕他，谁不理你啊？我大哥不理你啊？只是大大的钱给你，没那么好。什么？还有吃的吗？没有。这个好大的，我再把这拿好呗，我去把这拿了没？不影响这个话题了。我咋拉你啊？我叫你邀请我。好吃吗？哎，你们那本书干嘛用的？这本书干嘛用的？改造相机。可以的，可以。这个交流交流。那你说啊？大家再看一下。啊？那什么事？这个纸啊，你拿去。太好玩了。这怎么吃啊？谁教我一下？这里有糖啊！你身上毛嘴鱼啊，这里帮你拿的。毛嘴鱼啊。排骨名单啊，还没填。那我现在没得了，阿大哥，大爷咋吧？没关系啊，你不抓到我了。没关系啊，你不是抓到了我吗？什么是伪名？我当时老对，两个汤挺好吃，你会打卡吗？打游戏啊，我有点对。我去，你要不要十块？我都困了。好疯啊，我操，小哥你充好电没啊？我操，96啊，96，你他妈94还充，我操，你看我多少，我充啊，没关系啊，哎呀，那我没鞋，你也是中了老扁的毒吧？谁中我的毒呀？哎，微信聊天，对还有中国人的这份气什么呀？这个老爷，老爷，改革都是农村，是不是那个？然后呢？那么晚才是吧？还有的搞啊你！严格的管理你们，操！老娘所有的命。这都8点钟了。改革。对呀。耶，欢迎送礼物。中国人民真争气呀，真争气！改革啊，真争气！谢谢老铁，谢老铁送的十个星星。再送二十个，今天晚上老师应该特别棒了。再送100个一个的，再送1000个。今天晚上整个直播间都是你的。改革中风飞。今天这衣服是他妈真帅。哪个？我这。我就我那天他这。有品味吧？不是，你知道怎么样吗？选衣服过来的时候都让我们选。
然后那个我那个在排位，有啊，谁先选？那个月色先选，月色选说不让我们跟他选一样的，然后我去选，我选完了，月色把自己的全部都取消掉，非要跟我一样，舔狗，非要跟我一模一样，皮赖脸。老板，你是舔狗吗？哎呀，那是我先看到了，又是你先看到的，那你那肯定就我们两个看到了，你说是谁先看到的？他就要跟我讲，你先看到，把自己的我先看到。你看，笑的时候这种话都很真阴险。你看看你的今天的充值记录，再跟我说话。对，老板，中国人民，你们俩还认识吧？中国人民太优秀了，优秀了吗？你也是中国人民，你也优秀。连衣服都买，搞厌了。老弟，算算了吧。哎，又进来，又一颗小星星，哎，又摘星了。老弟，找你家送的礼物。是啊，老哥，这个搞得有点舒适啊，对面又送分。谢谢老弟。我不要了，星星送的我太舒适了，受不了了。打不起来，受不了了。啊，对面要送我星星了，太舒服了。哦，这感觉受不了了。改名啊！哎，黄队啊，算了。鱼，不是不要跟我打魔宗鱼，是对面会玩那种养猪人，看着就头皮发麻，看着就头皮发麻。还不如搬床。哎，对面把鱼搬了，他们不想打呀。我们有没有人玩床啊？是你把他带进来的，没有吗？那你的头发成了白的番茄。猜，我说你掏出你的手法好吗？那我看见你的手法好吗？百姓大手，玩啥呢？掏出我们最厉害的吧，对吧？最厉害的，掏出最厉害的，龙哥哥干对面嘛。拿啥？拿一个我们有力的中单。怎么样？对呀，可以。有兵就打，有兵就打。不知道多久没玩过了。是吧？我拿什么？小霸王。你那小霸王撞墙了吗？是林志高的粉。龙龙的小孩子。老哥，对面监视啊！我操。大喜大妈的。可以，你敢还我，你搞那个敌人钱。稍微。那我玩这个嘞。这个怎么说？好像还可以，要这个吗？还是要牛魔？牛魔，给你爱吃的大礼包，一个大反折就啦，就是我直接一个牛魔的怒火，西部大嫖客，我咋猜得到啊？你们这个不是为难我吗？难受，不理你们。西部大嫖客，我靠，他全是这个玩意儿，全是这个大嫖客，他出个反应场我也打不过。你这搞的有点专业啊，好的，这个手法都有点专业的，你这搞的这手法确实有点专业。我感觉敌人应该会走他们红区，我走上，你走下。他们今天走上的，他们一定要买这套的。我已经知道他们队内鱼了，没有。他们队内鱼说今天你去走上，说他们下路。不错哦，新年快乐，打爆队新年快乐。那你这样子问我，我咋说嘛？我的天！那我哎哎，老板怎么说啊？安排开局吗？那你还问这种问题？如果说可以安排开局，台湾这种问，安排呀，老板。对面红开，红开，对面红开。你要安排自己的，你看对面哪个？我说是对面红开。对面红啊，你们真坏。我说这把搞不好他们射手飞吗？是吧？可以吧？我想逆向猜嘛。你这把得来中路带我，我你在我直播间肯定是我和唐哥对不了线，我先告诉你。过过来，特别关注的都是过过来，是吧？有我在就没有什么对不了线，看着他。哎，那个对面怎么开啊，老铁？看一下。哎，对面这边红开。被捅屁股了，是吧？对面怎么了？这边红开，下路两星，我开过来。哎，这边有点飘，刚阿西，我还有，彪哥，彪哥你在干啥？彪哥吸空了，彪哥他们来，叫吕布去他们来，叫吕布去他们来。对面拉开战，而且他们打野大团，
听得见吗？我直接顶了，我直接顶了。让老脸再考我先。那没了。我在考，我在硬刚。没有人跟你。拉下。别，不拉了，救一下。那个小雨别拉他了，那个打你倒是过来呀、啊！我杀他直接过来。没打，他没打。我害怕。他没打。我滚啊，老哥，救我！我受不了了，我正对着他的，他来一刀。把他放进吧。跟着我，你别动就来了，跟着我。干啥？你打不死他了。别走。他来打第一小红节奏。他一下就回去了。我受不了，他一定用过了，星哥。来了。别发疯。滚开了，星哥。他没电，别拍，偷他，要被吸进去。哎，没事，我能走。哎，这个球，别来吵我故事。你怎么这么心急啊？别走了。改革春风吹，吹满地。别回来，欢迎。哎，彪哥，大哥来了。哎，救不了。啊，彪，啊，来走。别，什么落单了？你在这纵容吗你？干啥呢？别担心啊，对面都已经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别冲了，真的。到时候面子挂不住。能。我来了。哎，中路有波线啊，兄弟。我帮你打后面的人，来。跟我来。我接你。哎，他们扛个带。没事。我顶他个背了，行吗？藏密子他们红看一下对面蓝吧，看那个蓝吧，他们红来不及了，能不能控蓝好，上路得看一下呀。哎，直接进啊，救就没得了，没事，拿过来点，那你们去打，我不去了，就过来帮我补点伤害，我要你拿过来点，拿过来，现在咋了、哎、我的天，靠位子、不是你拿过来一点呀、啊、OK了，我必须敲他们。哎，他没拿。我是啥伤害？我操你妈！你到了。我要死了。我保护你。没有蓝了。你们保护一下，兄弟。那个发狙的，我看你们哪个被听到了？别让他圈里面打。二。你们细节，没细节。你们捡过去吧。我他妈的，干他！干你小弟！完了。别动手。我下过来打的，哎，你位置能跟到人的，骂他，还没打架吗？可以下路线啊，老哥。没事。啊，我这边要刷了，谁进来？我帮你打。这边拿一分钟。拿完直下蓝，再拿我直下红再去对面蓝，你别急，我操。对面蓝肯定要控的。是打一步吧，哎，中线搞他一波，笑死我了！别急，来搞他，能拍起来吗？来，你们这不是我来打，我操，没注意，我感觉你们要出事儿，我等到了，我们这边，我在这边打了几场很久，六六王。哎，中了！我往后进，往后跑了，然后他估计刚好一进去了。不要了！不要了！刚好又顶到了。对面有蓝。对面蓝，拿对面蓝是吧？今天大蓝，我们拿对面蓝是吧？对，锁到蓝吧。江湖来帮你打吧。看到了。OK。这波他们指挥啊，你们发现没有？要不然这波上路线自己管，等下开始小龙了。你们这波开小龙啊？这波对象是你，可以啊，一塔都叫了。我保护你。对面一塔。谁动我打的？是谁？下路我先过来，再下来。来，我接通下来了。要不然你下路小心啊。下路叫他干吗？哎呀，知道。靠位子，无敌，到这嘴一个都跑不了。别抢单子，对面送金啊！好压他，我压他。中路压线了。我乌冬。哎，有个唐哥。先别急，先压中线。慢一点。我乌冬。要不然上路难受吗？不难受，很舒适。你又输了。还有点安逸。那一把还能爽。打他。
他们开的，我们去大木红。哎，看什么？老哥，清完商店过来啊！来，马上就这个，我们上路可以转过去。哇，有点声音啊，你们。来来来，我先过来了，我过来了，我不能转，我不能转。你不打他了。哎，站不到点，要注意点，我去把他。上我先啊。中路，中路。OK OK OK， 这我俩上一，这我俩上一。中间这个。中路不难吧？中路不难受，不能受。中路了，中路了。他们还吃掉伤了。这边没了，这边没了，哎，可以吧？中路的。十块钱吧，给陈金哥，你弄好了吗？我帮你绑进来，来就把这船船头钱，哎，回来回来，能不能给我刷个二？我拿对面来，拿不下来。看见没？收入在我这边 ，A 了我一下。现在我们那个，然后了，然后了，可以打了，对吧？欢迎啊，欢迎啊，准备来。对对对对。你要去接的，你要。回大伞，回大伞。大伞。上位的，上位的。别去了。啊！狠心秀一波。没来了，去死吧！救命！救命！救命！大哥说了要大伞，就一定要大伞。不管怎么样，技能一定要甩完。姿势要甩 ，OK OK， 动作要甩。技能。姿势要甩。想象知道吗？说有大闪就必须要甩出来。大龙，我要扫了，飘飘。大龙，大龙，大龙过来。阿奇，阿彪，阿彪，阿彪，完了完了，你现在这几天哪过来了？阿彪，别在，别在，别在。啊！呜！这我这回有飘飘，我操！那狄仁杰二技能。你叫我，我也会干的。阿彪，叫不住了，不住了，不住了，不住了。路子没大是吧？大木红被杀了，这龙开就不开，我就不开，不开。都他们有人，再看他们，再看他们有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下，哎，这波要打，他们要打。他们打完了，他们打完了。我就问你，这船你有病吗？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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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顶，哎，拉也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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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过来，哎，金哥，遇得到吗？第一把，遇得到呀，遇得到的，他反着走的，很多时间，但是也得杀他呀，很多节奏啊，来来，可以杀，我杀，伤害这么高了吗？对呀，你看拉也拉，笑也可以啊，笑也可以啊，拉蓝住了，拉蓝住了，能不能拉人？我这波状态不是这样，我们这边这把先停了吧，中路线谁去？我去 OKOKOK 对面蓝多久啊？对面蓝刚阿哥来的呀。哎哎，我卡到最前面去了，我在他们脸上当时拉尿了。然后开大龙扛一下，看看这边边边大龙哥，大龙哥，大龙哥去，大龙节奏，大龙节奏，这不搞完辅助要回去家，我搞不动了。你他妈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哦，什么？妈的！能不能别逗我？你干嘛？他们要杀了？有。没有。等我，不等我这超级努力。我在跟我大厂我们一起开船啊，跟着我，先下站站中，两株一枝花，那边两株吗？来来来来，朱哥，我吃两把，别提咱们轮子了，老钟转面，老钟老钟，我给我进去了吗？你看一下，啊，来开一下。能不伤害吗？哪里啊？小飞飞，没给我呀！哎，打的！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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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布啊，这伤害！别怕别怕，别打吕布，等下叫他扛你。吕布，你一会儿直接跳个大，不走不走位啊？没有吗？对啊，没有。不用不走位，我去劝你护。那不是教你们去吗？对啊。你不走位，我们不要跳太远就行，跳近一点。啊，应该我给你。我想给你捡一下啦。有吗？
就是这样。你把他们最近工作干的怎么样？他应该是先飞的，先这个呀。我是天津的，对呀，我是天津回家的。他是单区吧？他有可能还没定完吗？有吗？安全路了，连接的那个是新的站，还有这个人的，反正不管是吧？反正不管是吧？今天我说必须要去。我也没去。他们就是要给我们打扶手啊，老哥。他今天吃的能不能打？我们要黑龙，黑场了。来，他们先上去吧。教练，在那干啥？开下视野行不行？哎，没事嘞，我在调度你。还有人叫那位父亲来帮忙。来，中路直接抢开，叫吕布敲的。吕布，中路抢开，敲的。哎，三十秒。喂，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行，撑不住我吃了。点个塔，别骂老弟。有没有人点一下塔？烧人烧人！这个没办法了，知道如今只能烧人了。我们还行，一花。二花。别怕，我有空刀的呀。要不我先去干一套，可以，有刀，有的。别说这种话，青哥。别说这种话，青哥。我以为你不是太远了。青哥，你为什么一个是鸟的卡在这个地方？扔了两下，你再飞下去了。他，一人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可以。大的还过过你，一人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啊，去打的我们专业的。你要他没有我一个高能叫两个吧，两个四选，两个四选，两个四选高地塔，我看着你眼红，你眼红，这个哪里？我不要陈总可以吗？陈总往我这边走，我就救你。嘿，我操，还吸我的伤害，有这么高吗？能不能来我这儿，吕布？这鬼故事吸了我1000单。快点，来个人！快点，这个人跟我玩躲威我。这鬼故事在法强呢，这鬼故事在八八川呢。不管，我今天要单吃他。你看他这个人跟我在这秀走位，他跟我在这走多了，真是高手的呀！看见没？看见没？哎，你看他，哎，看见没？你们能反对面的去，真的是。快点！老哥，哇，被跑了，我是真难受。老哥，我直接叫大闪。老刘，给我把对面蓝拉脱了。好，我去，忘记了。拉脱。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去干呀，拉脱就行了，我家地拿了。我下路看他们，老刘过来护我去。我问，不是，我在你后面就是大山嘞。我们搞上，那往中间搞。中线叫他别清。你中线叫他别清。中线别清。我听到了。上次来安全出现。那我就上满。我把下路先带过来。来，中线改装，中线改装。吕布，你直接管中线就行了，你这不能下路多，很危险。我们这里都很危险。我去侧面走。快点青哥死了你别跑，我真的，哎呦，呀，我不往前准备跑出来，我没办法。哎呀，你这搞的他妈队友在你，你跑了，你能打一个？哎，能打，直接他妈硬刚，我操，各种花式走位秀操作，能打线拉走位，哎呦，大招再来个拉闪，别问我就是能打。老哥，这定国神牛来。只有累死的牛，没有更快的钱，老公。
又掉了二十三了，我第三，直接开一个零，四十一，一个黄东亚比，妈的，我想三个停车对象，你们之前就，妈，现在他妈天天动不动我一开场就，啊妈，我买了打车，天天他妈的说我，天天动不动就卖了我了，你看了吗？黄东亚比，你看了吗？先下号，先下号。啊，先下号，等一下吧。好的。OK。啊，早的很，都比较。有没有充电的？充多少了？啊，我没了。充多少了？没了。你妈还在说啥？啊，有些点小帅的。好吵啊。OK。啥类似的有啊？只有冰块的甜啊，没有一哦不，只有累死的牛，没有冰块的甜。老哥，能懂什么意思吗？只有累死的牛，没有冰块的甜。哥哥，什么意思啊？就是那牛自己拿的是吧？累死了，甜又不用动，精疲力尽了，精疲力尽，精尽人亡。听清楚吗？对吧？别太轻了，行吗？啊？那青哥就青哥就是对这种东西感兴趣，我跟你说。阿哥讲的下层贼道。青哥就听到这种东西。这广仔说来了，我说人满了，没你的份了，溜溜球。这社会有点怪啊，烧这个炉。啊。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吗？因为小号没有保留我的东西。应该就喜欢那个，像那啥，春段子，对，贼感兴趣了，听一个就能笑一晚上，开心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你们还未成年吗？你们都大学毕业了吗？大学毕业。老哥，我的牛魔龙冲击，我那个混蛋的，冻死我了都，龙冲击。挡都挡不住啊！要不天天跟我讲这些混蛋子，我他妈大赏四个死亡冲击四个，他就输了。研究生，我操，研究生的，我爷，我胖了，喉咙他妈的怎么会哑？还未成年吗？我其实也没长大，大学生没毕业。好孙啊，王建华！哎，都是大学生，真好。你是吧？我是。如果哪天我成为了富婆，要马上有这个白马小伙。儿子，你别你吓我！你妈让我直接带你闯了吗？研究生的大佬，小学毕业，大二小学辍学了。大学生有大学生烦恼，大学生爽死了，爽死了，爽死了。大学爽不爽？爽，天天在宿舍。好多粉丝都是研究生，我操！那个，我们粉丝都是读书人啊。天天打一盘联盟，天天研究跟田。天天研究耕田，耕田啥意思啊？天天想着怎么出去耕田。农民大学。哦，农民大学。跟谭咏麟一样，农民大学。耕田耕起来就完事儿。耕就行。爷、yeah.。对呀、啊。我安卓微信了。这你们都知道我是双子座。安卓微信去了。姓宇吗？大学麻吗？我咋感觉？实验室啊，就实验室。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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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去学校玩一下。你们都是哪里的？大学啊，不同的大学。为啥大学以上是不同大学啊？小学不一样，我都不一样。别别别，我小学毕业。为啥不能先说一个？怎么样都可以。作为的小粉丝，先睡，今天睡了晚，逃课老师也不管，真好。这个普通的。哎，我们这有好几个普通的。我这弹幕有点快，我都读不过来了。啊，不行了，不行了。啥？能力资源是干啥的？能力资源就是。成都的，成都的。我都上海的，南京的，北京的。南呢？这个用不了。五湖四海哪里都有。买卖大同啊，那你们都学什么专业的呀？还浙江老铁啊？我浙江的工夫。你那个小子，天天被那个秃头给什么？叫什么就是那几个，三个，二号，那个不一的。那为啥你学那个什么医药工程是编程是吧？编程序员啊。是编那个。还有学医的，学医的你那个。我感觉学医的工作要累死。我大学我就想掏钱。生物什么医药工程是啥？对，被那叫啥？被小红条就是。八字就是和谐了，对，和谐了。这个二号，那学着学着就做游戏去了。建筑学，天天画画。哎，那些好像在这边也要多一点。好像是设计房间啥的，那阵子真的很累。电脑，还想管他不了，别。教我的儿子挺逗，好学都骂我了。教哪里了？年代好红，数学媒体专业，666，数字媒体专业干嘛的？也是个大财经的。金融的。那不是脑子贼灵活？贼灵活。一天到晚刷刷刷。义乌啊，哎，义乌这个地方，我认识。嗯。建筑的积累吗？那我不是。不冷啊，这里面贼热。嗯，吃完饭没？每次交作业都让我绝望，我操，那学生啊。高铁能上啊。在看那里，有点过分了，你对他标打什么？别，就是一万五，他没什么闹，原来他一直还没闹，没什么闹了，对，什么闹？上大学靠自己学吗？好了，这样了，这个，这个，这个，你想要拉房间，我当时那就两手，这期的真的头都要炸了，天天想，脑子都没死过，老弟。不冷啊，这里空调机啊，好大嘛，和安徽一样，就一样，一万一。你还想来？哎呦，谢谢老铁送的。你问一下有没有人帮升级一下外挂的？感谢老铁送的。有没有弄外挂的老铁？又叫别，我上不来了。老铁。来来来来，高姐，来来来，听啊听啊听啊。
论文的也是有人好好多少钱啊22你觉得怎么搞钱快拉我拉吧我拉拉我叫他们现在就来了对了还大学我当时也有了对我们那个因为平时互换嘛和那个时候大学没有啊我们都是真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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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给你拉对拉阿哥我们先聊聊天